是格林美的 Diane， 今天很高兴要和一周刊的读者朋友们分享今年流行的裤装趋势，分别有几何、印花、宽版、几条纹风，只要善加运用，都可以变化出很好的效果哦。这套具有飘逸感的印花裤装，可以选择深具细节的白色针织上衣来做搭配。像这样宽管的裤型，可能大家比较不敢尝试。这个时候可以把握上窄下宽的原则，或者选择亮色系来做搭配。像我身上这套男孩风西装套装，带有亮面的材质，也是今年春天的流行重点之一。如果不想搭配得太过成熟老气，也可以选择休闲上衣来做搭配。条纹短裤也是春夏必备的裤型之一，今年不妨选择具新鲜感的草绿色。材质的部分也可以选择异材质的拼接，来玩出不一样的花样。Hello， 我是 Elva 小萱，想要看 Miss Elva 的时尚观点以及分享很多今年春夏可以去收藏以及去购买的单品吗？记得要看3月27号随刊附赠的一周刊 Train Book。